还好吗？我没事。好香啊！肯定是营养师帮我准备了什么好吃的。你这是干嘛呀？你知道孕妇不能爬这么高吗？这些事情不需要你做。你说你万一出了事情，你让我怎么办？没事。啊，你怀孕了？你怀孕了还来帮我打扫，真的不好意思啊。没事，我顺手的。我不知道你怀孕了，下次这种事你提前跟我说一声，我会找保洁的。你怀孕还来帮我做饭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要是再害那宝宝受伤，我就真的过意不去了。我去看看他。希逸，还好你的反应快，不然真的就危险了。他真的好努力啊，怀着孕还工作呢。安娜，晚上。我知道你不能跟我一起吃，那你快去忙吧。我没关系的，我一个人可以，而且等营养师准备好晚餐，我叫他留下来陪我一起吃啊。你跟他一起吃？对啊，我总不能让孕妇错过饭点吧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快去忙吧，你快去忙，我一个人可以的啊，拜拜。